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那边着火了！啊，着火了！我妹妹还困在里面呢。走，吴明，我们去救火。我们又不是消防员，救什么火呀？吴明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哇，你真是消防员！哇，消防员，加油！曾经是消防员，一辈子消防员。火这么大，他可能出不来了吧？你们给我闭嘴！我们一定要相信消防员。建筑，我们走。建筑，你们看，消防员出来了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好有这个消防员。没事就好。是什么情况引起的火灾？刚才是我们在烤火的时候碰电了引起的火灾。现在天气冷了。烤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火安全。嗯，知道了，防火安全。